我是耀明，这是墨尔本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niversity Square。住在这个楼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离墨尔本大学真的非常的近。在一楼有一个很大的 common area， 可以让大家一起聊天，然后旁边大概3到5个的 study area， 坐在里面一起学习。有一个 open area 的 cinema room， 一般我们每周可能会有2到3个晚上是大家可以坐下来放一些 movie。在一楼还有一张很大的桌球台，下午都会在那里打一下球，运动一下。3楼还有一个公共的厨房，是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做饭、吃饭、坐下来聊天的地方。带你们去看一下其中的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里面，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衣柜，我们的行李箱和衣服都能放到里面去。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双人床。然后床的上面还有房间的周围也是有很多的插座，还有 USB 的充电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有自己的洗手间，自己的厨房。住在这栋楼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去墨尔本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近。South Bank， 平常也是学生喜欢去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进到 CBD 去找各种不一样的餐厅啊、酒吧啊、咖啡啊，也是短短基本上10分钟。再远一点去 Beach 的话，也是坐 Tram 就能到达。有时候我们还会跟朋友去参加冲浪的课程，或者就没事做就待在海边待一个下午。这是墨尔本，这是我的城市。